你哋嘅一点善心会为有需要嘅人带嚟一点希望，请即刻打嚟18332838支持仁爱堂，帮助更多有需要嘅人。多谢。被困于一室，一起再努力欺骗全世界，无法女伴那被爱的感觉，却慢慢流逝。也许病危，而坏细胞天天扩大，否开或可变细，无奈放不低。就算很关心，讲一句说话，都沦为阶梯。甜蜜已过去，用记忆书卷拼命地维系。前系一起，兑现已死情怀与身世，延缓了挽救后遗，害每日毁。一刀切下来，将恋爱压在断头台，还要再眷恋种种恩爱，快割掉你我脑袋，期待未满将来，决裂更精彩。立志分手以后别回来，承受痛也许很应该。慢性的拖拉比急症更坏，病情难控制。其实你爱我活跃的心跳已渐渐停滞，同住单位，这是算感情还算惯例？难道暗里有默契，勉强一退？一刀切下来，将恋爱压在断头台，还要再眷恋种种恩爱，快割掉。